好，这是43岁，在国外妇产科做试管婴儿，一次就双胞胎，一次就成功哦。那我们来看一下他的心跳，在这里，这是第一个的心跳。这心跳哦，这心跳，这是第一个的心跳，这是第二个的心跳，哦，第一个的心跳听到这个电话，重来。